给您画一个。谢谢，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。是，当然了，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。谢谢。要不掌声啊？多好，嗯，多热闹。是，刚才二位说了一个，嗯，这是段传统节目，对，叫什么呢？对座数来宝。是，讨厌的是两个人配合的默契，没什么默契。多好，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。你哪看出来啊？韩九明、吕小怀，是不是？人家配合的好，后台休息休息，那不拦着我？我拦什么呀？啊啊！你说你说什么呢？算了，后台休息休息。这场把我们哥俩更换上台，我们两个上台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您给介绍一下。我叫郎浩辰，哎，是他，德云社的一个小小的学员。您谦虚，不值得一提。嗯，沉痛的介绍一下身边这位。没有搭档生前呢。你先说。不是，合着我死了是吗？我站在这儿，我说你死了吗？废话，那什么叫沉痛介绍？你知道吗？心情嘛，就是特别。不还是死了吗？沉痛不是沉痛啊，那叫隆重。哎，你说这对。对，隆重介绍一下身边这位，嗯，我的好搭档。哎，私底下我们好朋友，关系不错啊。各位，您要熟悉德云社，可能有知道他，有认识。对，他姓朱，姓啊，叫朱才怪。这个才怪老师。就是拦着您介绍错了。哎呦，哪句说错了？我不是朱才怪。怪我了好吗？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别扭这话说的。我是朱才怪。这不神经病吗？当然了，说对了，什么个角度？我不是朱才怪。行了，你说你到底是不是猪？我是也不对，这我拱死你啊！怎么着？你要现行？你没听说过？哎，干嘛那边像话啊？这不开玩笑？我瞎说开这玩笑？都说了好朋友，能真不知道？知道，您就介绍真名，姓张，对，叫张什么来着？有钱给你踹一下，真的。张九林，张什么林？张九林。呵，张九林，相声说得好啊，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啊，样样俱佳，还可以。真的，这是德云社青年才俊，才俊不敢啊，德云社的台柱子，台柱子吗？就我，每天都在后边抬柱子，我就管抬柱子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舞台上顶梁柱，您说清楚。说得好啊，相声可不就这样？对，相声曲艺形式之一，嗯，对吧？曲艺呢，又叫十样杂耍，十样杂耍，哎，耍弹变练，说学逗唱。对，曲艺种类特别多，嗯，不光相声，还有什么呀？什么这个单弦啊？哎，有大鼓啊？有石调？有河南坠子？有，哎，都特别好听。对，哎，尤其这河南坠啊，我最有成就。啊，您研究过这？哎，唱最好。啊，河南坠子，整个后台没有唱过我。是啊，对了，甭这么夸自己，知道吗？我这搂着说，还搂着说。对，哎。要说唱对的唱的好的，嗯，人有那个老先生，你知道吗？我知，哎，我就知道有一位，你说我听听。河南的，叫什么呀？叫乔清秀。对，好，这有一外号叫什么？叫盖河南。还有一外号叫坠子皇后。坠子皇后把河南唱对的全给盖过去。盖河南。对，你说这没错，人家唱的好。没错，各位，他说的确实真的。对，河南唱对的，乔清秀是坠子皇后，嗯，贴报一名叫盖河南，盖河南，知道我吗？您，我也有个外号，您叫盖坠子，叫盖坠子。你看他叫盖河南啊，他光能盖这河南省唱坠子。对呀，我是唱坠子，都让我给盖住了。哇，这么大能耐！哎，盖坠子哟，不相信吧？我还真不信了。不信，今儿这么办？怎么着？现场给你学一回乔清秀怎么样？在这来一回，那你看看像不像？得嘞，让我们看看，来一回，看看您学这乔清秀。咱从头开始学。那当然从头了，打上场开始。嗯，拿一把扇子，这是好比是那坠子板儿，那就坠子板了。乔清秀来了，好，注意啊，看看这乔清秀，郎清秀，他怎么走了呢？他老罗给人说单子，我不甭看。哟，真累。哎哎，
躬啊，鞠躬，不是你像鞠躬干嘛这样？哪样？你干嘛干嘛还这样？哦，不理解吗？明白，这是为了让大伙儿看你什么？这头是新烫的，烫，为了看烫这头啊？对，就得这么鞠躬了。我们说相声鞠躬都这么鞠。我知道啊，还上来鞠躬，对，就这么鞠。我们这么鞠，嗯，我们这也是为了看烫这头。不是啊，你们是为了让大伙看一看啊，这枪眼在这儿。哎，脑袋挨枪怎么着？给你毙了！凭什么？点什么起起哄啊？学瞧您，您学有的听听来了。嗯，鸡。大年初一头一天，过了初二就初三。嗯。初一十五半拉月，腊月三十儿，整一年，全是废话。是方才唱的本是河南坠子，这一场把我换上来，我也给你唱一段河南坠子。唱不好，唱好唱坏你是多多原谅。唱哪一段呢？哪段儿？唱个小段。哪个？唱一回三堂会审。玉堂春，玉堂初，来来来，把弦子拉起来，咱就唱这回三堂会审，玉堂春。哟，打这儿开始，一个拉弦的，一个唱的，嗯，让你说谁更累？哎，肯定是唱的累啊。外行，怎么了？拉弦的累。为什么呀？您琢磨这道理。嗯，拉弦的往这边一坐。俩手可都不闲着，拿着那个伴奏乐器叫坠壶啊，坠壶，哎，左手上下翻飞，嗯，右手横冲直撞，不是光手动啊，脚也不闲着，脚也动，有伴奏的乐器，脚梆子，哦，拿脚蹬地，脚梆子，整个给人感觉是这种样。您学学，您注意啊，拉弦是这样，拉弦，您注意。啊夏天受不了，怎么呢？一是这个出汗，热，往下流没法擦呀。对，还有一个原因，还有夏天它蚊子多呀。哎，有蚊子，蚊子落脸上，这怎么办啊？腾不出手拍着蚊子，那怎么办呢？跟那唱的先商量。怎么商量？哎，我说，哎哎，给我来大嘴巴，嘿，大嘴巴，打这蚊子呀，打上了就很辛苦，唱的也不容易。您给来了，来了，咱听听这个玉堂春。嗯，增增增。噌噌，啵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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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本是北京一个妓女，街角下帮三公子，他是南京城的人呐。噌啷噌啷噌噌噌噌噌啷噌啷噌噌。我们两个人，他是相交足够二年半，画地他是囊中空虚，叮个叮咚，无有分文，最可恨。老王把宝儿是多么心狠，我的大人哪、啊，把我那三哥哥赶出了院门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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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命老妈把东西买呀，回来他就说玉，叮个隆地咚，玉堂春。闻听我那三哥，他就要了凡，滴个隆咚，滴个隆咚，小奴啊，滴个隆咚，滴个隆咚，好意思惹身子摔在我那凉水盆。表情不错，咋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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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踩地雷上了是不是？地雷下完了，这是这
这情绪嘛，太有情绪了呀！俩人唱一块儿走，还真好像乔清秀，还真不错。咱就是学一点皮毛，学得很好啊。像这种坠子叫文坠子，还有什么呀？还有一种坠子叫武坠子。这坠子还分文武，哎，武坠子啊，文武带打的坠子。哥，您能来？当然能了。我没听过这坠子呀，没听过啊，难怪。怎么？因为这武坠子没到咱城市来过，在哪儿唱啊？离着河南还6万多里地，火，特别远，出的河南省了这地。而且来说武坠子已经失传了，啊是啊，没有人会，失传80多年了。80多年？哎，万幸我还会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问问您，今年高寿啊？高寿？17。17，失传80多年了。对，您怎么会的啊？那你就甭管了，不让管了。我会。是吗？怎么着？你让我来一回？您来一回呀、啊？学一回可以、啊，今天机会也好。是。但是呢，有一点。什么？这午睡怎么一人来不了？那什么意思？这么办啊？你不是闲着吗？我闲着，没事干。你跟我一块儿，咱俩合作给大伙学这午睡，好不好？合作啊！我是想跟你合作，可我不会。不会什么呀？不会唱。看你这没让你唱啊！我唱，那我呢？给我伴奏，给我拉弦，拉弦，拉弦我也不会，没学过。这不是让你震啊？那怎么着？你呀 啊，你拿嘴拉。你拿什么？你拿嘴拉。我拿嘴拉不出来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您说的，什么叫拿嘴拉呀？拉弦啊！我说也是拉弦。废话，烂你这拉什么呀？拉弦啊！拿嘴拉弦儿，不是怎么拉拿嘴？哎，我教你啊，特别简单。您来，您注意啊。脏啊啷啷啷啷啷啷脏脏啊，脏啊啷啷啷啷啷啷啷脏脏啊。这简单吧？试试啊，您来吧。脏啊啷脏啷脏脏脏脏脏脏啊，脏啊啷脏脏脏脏脏脏啷脏啊。别说，脑子真聪明。但是您这个弦儿啊，调门低了一点，调门低，你得稍微高一点。高点啊！我试一试。嗯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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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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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好，好吧。还差一点。再来一个，再高点，再高点。是啊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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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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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好，好，还差一点。你猜就是。再来最后一点行吗？还唱啊！再努努力，努力啊！再来一点是啊。就这人缘，你听着啊，听这个啊。哎呀，您这各位白跑。废话，您这什么呢？在宫里干过吧？我是太监，怎么鸡撩去？不是我来不了那么高的弦儿，您高点得了，弦儿叫什么？你脑袋三十八度高。行，这个就这样，还是这样。另外，你去搬把椅子，搬椅子。你看拉弦没有站着拉的哦，对，你得坐下，还得搬椅子。啊，去，完了让我去搬一把，快点啊！哎，各位，您今天算来着了啊！这个五坠失传80多年了，我还会，今天给您现场来一回五坠，别开生面，来这个，行吗？行吗？另外呢，归着好你，我得捯饬捯饬。您干嘛捯饬？化一化妆，化妆。因为什么呢？啊，五坠子，嗯，咱得还原一下那个场景，是对不对？拿着一条手绢，这个是好比是毛巾啊，包头。哎，干嘛包头啊？得还原场景啊。而且来说，为什么包头啊？为什么呀？五坠子，嗯，对不对？五坠就得包个头。为什么包头？你看五坠子嘛。哦，五坠子就得包。哎，你包头要有这个上古的精神。啊，上古的精神。哎，上古的精神。哎，啊，那下午呢？下午睡觉。睡觉。包头不算完，还怎么着？把大褂系一下。哎，系大褂干嘛呀？五坠子嘛。哦，对，这是上古的精神。上古精神。哎，那下午呢？下午躺会儿。哎，这该躺会儿了。下午我得休息休息。哦，您总得休息。系好大褂还不算完。哎，怎么着？撸胳膊挽袖。干嘛撸胳膊呀？五坠子。哦，上古的精神。上古精神。啊，下午。下午睡觉。哎，老得睡觉。说三回。行行行，这就来了，开始了。另外来说呢，唱那五坠得有这专业的伴奏乐器。什么乐器？坠子板儿。告诉您都看见了，我是没有啊。您们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用我们说像唱太平歌词那个玉子板来代替。玉子板，玉子板。好好好。啊，当然了，玉子板我也没带啊。没带你说的。没带我说的，告诉就是带带带。好，玉子板。玉子板。好，来了。好嘞，拿把扇子。拿扇子。
您一摁电铃啊，你坠子上场就开始了。得了，摁电铃啊！晴天不可欺，张飞何断当要俏。虽然不是好买卖，一日夫妻败日本。好，别好了就。您这几句可不挨着。说什么不挨着？不挨着就对了。怎么了？不坠子都不挨着，都不挨着。得嘞。此句提纲挈领有多标啊，不限血族，捉狗压桑，甭管鸟子，横眉凶儿，接下来一条就妥。怀，这是要开始了。怀，咱听这五坠子啊，您听我。怀，听他唱一回。我叫你呢，叫你干嘛呀？意思你？美什么呢你？我叫你叫我叫我什么呀？叫你怀，你叫我怀怀。那我呢？你也得回答怀。哦，我也是怀。对，咱俩都坏。那好的呢？好的出院了。我俩病不是坏啊，是伙计。哦，伙计。你叫连的怀。得嘞，来吧，来。这就开火了，那还等二年啊？那怎么办？拉弦儿吧你，拉弦儿了啊！行行，你脏脏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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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把那弦儿拔掉。你是不是缺钙？剧场露天唱是吧？打零钱不卖票，打零钱吃掉把钱。后面啊，输归了就开输了，开输得嘞，拉弦儿，拉弦儿。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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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啊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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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要把了钱，输又归了就。哎，他们拉也，我们唱的难了，管听啊！这不废话？我管拉，你管唱，大伙管听。我不拉，你不唱，大伙听着。拉弦儿，你我拉弦儿。你说今天我唱哪一段呢？没准呢。拉弦儿。脏的。我唱段啥玩意儿，那也得听啊。花钱受他管着。爱听文来，爱听武啊，爱听见了你了，爱听了中，爱听文的难不会，爱听武我是没学成，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。胡辣酸甜，这俺也不中啊。那就甭唱了就。全不能唱，打刚才到现在唱半天没有用，全是废话。您说什么？您这全是废话。那就对了，还对了，五坠子都是废话，都是废话。一个废话，我没词儿。哦，得，那我们今儿啊，踏踏实实听您唱一回废话。好，拉弦儿吧。脏脏的，脏脏的，脏脏的啊！是刚才唱的本是响马砖呐。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，是方才表的哪家何人的表表八爷叫我成啊，表表八爷叫我成啊，表表八爷叫我成啊，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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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。你先等到二成，罗成跟他爸爸怎么哥俩？那是爷儿俩。对对，罗成跟他爸爸罗毅啊，这是爷儿俩。爷儿俩呀，这怎么能是哥俩？对呀、啊，这弦你怎么拉的呀？啊，这是爷儿俩。哎，来啊，你唱的啊？谁唱？你唱的。不能。
我不能唱这词儿。你怎么不能？你拉倒，你唱的，我唱的。对了，谁听见我唱的了？你看大伙儿都听见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看，哎，谁听见了？他们都听见了。谁听见了？我。谁喊的？我。那边，快点，听见了。你听见了？他听见了。这是我唱的。这是你唱的。罗成根的爸老罗毅是哥俩，这词儿真是我唱的，真是你唱的。我唱了，你把我怎么样了？赶紧上。脾气这位。上来，来。下来。上来。这叫勾火，你这叫。我唱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呢？拉弦儿啊。这个罗成浩拜八兄弟呀、啊，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，好拉平了，脏脏啊，脏脏脏脏脏啊，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，下来，爷儿俩四条腿，怎么八条腿？你听着呀，脏脏啊，脏脏脏脏脏，爷儿俩迈开了八条腿，后边跟着一匹马走龙啊，好，跑着凑合来了。我命啊！九两倒金，头上戴，身上的袍子是个大红，脚下的金链刚三寸，五绺长髯挑前胸啊！出来妖精的味儿！脏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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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左手拿着一个掏灰的耙子，右手拿着一个拨浪鹰啊！这什么武器呢？脏脏脏脏脏脏脏！罗